遥控器的轻码和对码步骤，来，这个是新遥控器，然后这个是原来有一个车子，你原来有个码的，你现在开机先把码清掉，先开机。Welcome to you, smart scooter. 然后连续按3下，2秒钟大概停顿，一二，对，一二。一二，你看闪，它闪完这个灯之后就是清码了，然后再来对一次码，也是连续按3次，2秒钟大概。一二，一二，哎，你看现在闪了，就可以，它就会一直闪，因为它现在没码，现在就按遥控器打开，OK，它没有对上码之后，打开之后就是连按着锁和灯光两个同时按。对着，对，放在这里。大概5秒钟左右，OK，你看对上了，它这里就会有显示，然后电量就会锁上，对，已经对上了，OK，就是这么简单的，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